晚餐时间没去，我也没去。刚不是跟你讲说先吃完晚餐再去啊？你完蛋了，你要死在床上了。看他要把我打起来了。在床上，这狱警很白目，躺在床上要把我打起来，硬要打一拳，起来，这么搞笑！我要去打工了，我要躲在浴室里面了。一拳，你的漂亮油画，终于去拿了是不是，终于送给他了。来啦，我来填土啦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你借过啊？我摸不到烤箱啊，低能主厨。我在种田，你还说我很可疑，臭死你啊！都在认真工作了。对啊，我工作也不要那边，气死！干什么干什么？警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吹了哎，外贴啦！好了，我去工作，我去工作，我去工作了，我去工作了。我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。我都到工作去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啦？干什么？不让你工作，不让你睡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再脱一件衣服。啊，这个我不要，这个给我。Say my name。这个我看他是拿什么，还没。啊，不行，不能出去。我被驱了，我被驱了，我被驱了。哎呀，看一下绿色钥匙啊。好了，反正你都倒了，我扒一下衣服。营运时间，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哎呦，我要被狙击了，我要死了。打了，卡片没有，钥匙时间是超时差。嗯，卡片没有四数啊，嗯，可是卡片这样大家就是拿的时候要赶快走、欸、的哦，我怎么看圆圆还在被狙啊，对，谁的医用绷带任务道具在我这边啦、啊、哦我哦那是哲品的，我还是你的啊，不要说别人好吗、哦、又是你，不急也不要接任务好吗？啊，你就是那种名落新手任务，我刚接而已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我的柜子啦。好好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就你。哦，这是雨月吗？干嘛啦？看一下嘛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去淋雨，完了。换了。他妈，你活该、欸。哎。哎、欸，我去削个土豆了。好。感谢冰淇淋。现在应该会削土豆了吧？嗯、三星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还是到底怎样才会被叫去削土豆啊？你去那个被警察打倒吧？我跟你讲，不去点名。可是我一直被你拿剪刀去剪电线就会了。那很贵耶、欸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随便拿一个违禁品过那个就可以了吧？感谢七七七。不会吧？不会，因为我刚刚拿违禁品过都没事了。啊，我被他们抓到啊！我刚刚也是被抓到啊，也没事啊。啊好吧，顶多就是送医院而已啊。他们说封锁才会消警心哦，是哦。啊，好废哦。来打架，晃一下也不行。啊，可恶，差一点。休息一下。嗯，甲鱼左下角有个警察，帮我打，他快点血了。左下角，我的。哎呦，这里被狙击。哎、欸，那个右边、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那个 ROG 啊，他剩一点点。黄色。哦呦，白色，我被狙击。哇，感谢灰灰的皇冠。笑死。感谢克爷的手环跟手链。等一下哦。嗯、好。好。好。啊！怎么关麦？哇，是小雨。嗯，我被抓过来了。嗯。嗯。所以我们要
从上面离开吗？喂喂，兔兔有没有肉粮啊？可是鱼干说他没有肉，确定？鱼就输吧咧，打电话问个，我问一下好了，啵啵。少校点名的时候会出现啦、啊，这个揍他，揍了、哦。你先要揍吗？揍啊，好吗？啊，打不到他，打不到，打不到他，打不到他、欸，他无敌了、啊，打到我了，他无敌，打不到哦，打到我了，好白痴，你怎么又被打了？我为什么突然被打、啊？所以这一关应该就只有钥匙而已吧？那我们要做魔子才行。他说要红的，是不是？我目前看到是红的。如果我们要继续往上走的话，对啊，嗯，好、啊，封锁。谁、啊、没来点名？欸、我封，我不是我封了，我点了。我点了，我也点了，不知道。刚搜索 Moco 跟杰瑞的工作台。白痴！我在床上被狗咬下来，又被拖下来。那你没点到吗？是我没有，可是我刚不在旁边。我不知道啊、欸，是假的。我要去削土豆了，我可以去帮大家解心术了，真好。我也是土豆王者，好好反省吧，土豆王者。哎，小，竟然有个警察倒在我的房间，那我还不扒他衣服？因为刚没关麦，我反正是、我刚是关到喇叭，不是关到麦。没事没事，我土豆了。哎、欸，我房间有三件警察的衣服啊，有没有人要啊？现在进不去你房间，超多件嘞、欸！一直有警察在我这边死掉、欸，我有很多件啊，我等下可以冒充警察。我旁边，你们要不要睡觉啊？圆圆一直被打、啊。可我睡了，我在打架，我在打架。啊！我死了。可恶，这关有卡，我们没找到而已。再找。他说有的是心术高，那个警察才会出来。我看到一个警察没有、头上没有东西的，可恶，快点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，我要扁他。快睡，快点，我看到了，在他往下走，他往下走，他往下走。我看到有两个头上都没东西的。快点，音乐，你要看吗？我被搬去医院了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要打哪一个？不能在医院睡吗？我好想打他，警察，你快点！我也想揍他，你快点！啊，我下来，我下医院了，我下医院了。哈哈哈！你要落去啊？手足招，手足招，招啦，招，招啦！休息休息，我睡觉，我睡觉。招，招，招。啾，不是啾，啾，还是又是一个口音的问题啊？可是我没有听过讲啾，我也没有想听过啾哎，谁、欸、啦？还没啊？谁提早起床？小雨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躺回去睡哦，还好哦，别哦，太早起，我想都已经太阳起来了吗？哪一个还没有钥匙的？哪一个还没的？都是钥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个有卡片的，哦，有这个，这个有卡片，青色，它是青色，可是我们要红色的，没有别的啊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复制器做了吗？他们有人说是青色哎、欸，哎、啊欸，这里有一个头上没有的，这个，扁到，哎，操靠自己的飞机，扁到我了。啊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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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都打了，紫色，灭光了，灭光了。都倒了，都倒了，一波带走，一波带走。看三个人，全倒，全倒啊！笑死。哎，为什么他带我去最远的啊？哎，你也是哎。哎，下楼就可以吃早餐，真好。好爽啊！吃早餐。哇，哇，这个饭店不错哎，有提供早餐。早餐 buffet 哦，早餐就在楼下哦。知道知道。要青色卡没错，好，至少哎，这一个又一个，这个没有。看，可是我没血。哪一个、啊？这里。哪一个？餐厅旁边。这个吗？有两个哎、欸，有两个都没有哎、欸這個。这个也没有，这个没有啊。杰克，他叫你，杰克。谁打我？揍他、啊！我被戳死了，是不是？抱歉。
有人打我后面。在这个吗？啊！我倒了，快！这两个都差一血而已。哦，我被狙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早餐，早餐店下面，早餐店下面。早餐店来一下面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你在哪里？下面有那个叫。早餐店正下。淋浴间，淋浴间，淋浴间。下还有一个。淋浴间，在淋浴间，淋浴间，淋浴间的附近的。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啊！哎，工作了，工作了，我去忙了，抱歉。啊，我要去忙了哦。我是有工作在身的人，我要去种菜了。我的派还在地上等我去拿。感谢手环。我的菜都掉在地上。那警察也太多了吧？感觉越来越多了。对啊。二楼的右上角超多。今天有三到四个没有的。那厨房又附近有。然这个有打过啦、啊，怎么了？优先。好，先走到工作区。不是、啊、他不给我啊，我要怎么那个啊？欸、你的菜已经长好了、欸。我知道我的菜长好了，可是他是不是要拿去哪里浇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问那个，问告示牌，告示牌会跟你讲。告示牌。嗯。你工作上面左上左上，小房间里面的左上。这是一直死掉哎、欸。这里。哦哦哦哦哦。哎。放哪？还有哪一个没有？这是右键啊，右键可以防御，但是耗体力。跟种子，然后在附近挖小坑，挖好之后，种子对着小坑使用。种子放置好。最后面的步骤好吗？如此反复，直到完成指标。就这样，没有说要完成。没有。那你右下角的工作有没有那个跑条出来？没有。那你收菜之后呢？收菜也没有。哎、欸。而且他现在不给我铲子。你要铲子吗？我这里有多的。应该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我铲子。好了，在干谁呢？不、哦，我要迟到了。已经迟到了，也没有救了。迟到了。这里被我丢满地都是种子跟那。你种子应该可以丢在外面，不用丢在里面吧？我丢在外面啊，可是他不给我新的那个。为什么锻炼时间显示在上面啊？上面，谁家有电线啊？我需要一条电线。我没有看到电线。为什么我的锻炼时间显示在早餐那个啊？我的厨房啊。哇，吃饭就是锻炼。那叫我快点走，我走过啦。还是拿来送给人家加好感的，真假的？还有这种东西哦、喔？你要加菜不？加菜哦。给他加菜哦。带魔乌龟，水掉在地上。所以我们是要做青色卡片吗？咦，找不到电线啊，哪里有电线啊？哎、欸，有人要吃菜不？团团，你要吃菜不？哎呦，我要吃竹子，怎么会有蛇猪这个东西啊？为什么没有人要吃蛇猪？我这边有蛇猪有啊，在底下那边，在哈基的工作台，有都有啊。鱼鱼，你来干嘛？小心，还是要做东西。啊我在找电线，你还有被打了啦！白木影院哦，为什么他一直警告我要打你啊？为什么啦？明明是你搬东西耶、欸，而且是我家哎、欸。第二页送礼物，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呦，赞哦，还可以送警卫，是不是？哇，满地菜，我不把它捡回来。我菜农哎。有没有要吃菜啊？所以我应该要怎样、啊？可是我跟警卫打好关系也没屁用啊！对啊，我不是揍死他们。又、跟谁打好关系有用？都收完了吗？我收完了，我身上好多。找不到电线。刚刚有电线。没电线吗？嗯。
有啊，地上有电线啊。什么？和地板有电线。放给这个好了，这是他对我印象很差哎、欸。给你一下。哎、欸，云哥老家。嗯。电线啊。电线。我告诉你。当。哎、欸，他对我没有那么生气了。他名字刚是红色的。哦，看到了。楼上的看。哦。那怎么捡啊？啊，有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一个警有卡片的警卫，我把它复制一下。嗯，好。不是啊，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，在后面一直冒那个，到底在干嘛？好感度吗？不是吧？那看起来是很不爽的。漂白水啊！我想我们假扮医务人员。医务人漂白水，我这里有。有一个。这在我家柜子，那在我家地上。音乐家地上。那个算是贿赂吗？看起来不太像。我们要不要先去打一个那个啊？有卡片的警卫。可以啊。先复制一张卡片出来。哦，这有一个。看什么？这个，就是他。哇，这样来了。小心你后面。哪一个？就是哪一个？等一下啦，你看我没穿衣服，等一下啦。里面这个。对，扁他。我来了。我扛住了，快。扁他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快！我复制，你赶快复制，不是，你不要跑出去。